是来自林可魔法学校黑暗家族的魔术。那么在这部剧里面，我演绎的是一个集善良与邪恶于一身的偶像学长。在剧里面，我接受到昆仑狗的任务之后，我想尽一切办法，不择手段去阻止我们的林可少女们争夺冠军的这个任务。而且在这里面，我们还有精彩的歌舞呈现，所以希望你们支持我这部作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可魔法学校中黑暗家族的昆昆。在影片中，我是担当黑暗家族的队长，并且我将带领我们的黑暗家族一起阻止林可少女们的一切行动。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黑暗家族，并且给我们加油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想加入黑暗家族了？那么寒假等你们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原本准备和 Summer 月儿一起出战林可大赛，可是我又改变主意了，现在和马术坤坤一起组成了林可兄弟队。五花世界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月儿，在魔法世界里面饰演15岁的魔法少女月儿。我呢，在这里面非常擅长手艺，很棒哦。不过在这个里面，我的性格有一点点内向，在朋友面前呢又很开朗，所以性格有点两端分化。除此之外，还非常讨厌运动，因为我的运动神经真的是太差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在这里面我唱歌可是很棒的。不过因为天生内向，不敢在很多人面前唱歌，那我究竟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吗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 Summer。 在剧中呢，我扮演的也是 Summer。 Summer 呢是林可魔法学校里面的优等生，不仅成绩非常好，而且运动神经也非常棒呀。而且呢， Summer 还非常非常喜欢侦探游戏，尤其喜欢一些推理。 Summer 的奶奶呢，在林可歌唱大赛之中呢是冠军，继承了奶奶的优良基因。他们不仅能歌善舞，并且作词作曲都是样样精通的。不过呀，他们呢还非常喜欢美食，是一个小吃货，只要看到好吃的就难以控制自己了。在林可学校之中遇见了小林，并成为他拯救魔法世界的好帮手。在我们林可魔法世界，我为大家准备许多礼物呢。